老婆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会一直爱你的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，知道吗？你果然要掌控我的人生，即使我只是打了个耳洞。还没睡啊？老婆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一直在整理采访笔记，刚忙完。累了吧？嗯。你打耳洞了？啊，我今天不是采访顾老师吗？他上本书叫耳洞，我就想着去打一个。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呢？你打耳洞疼不疼？你应该提前告诉我呀。还有啊，这个耳环特别不适合你，你知道吗？你戴上它更丑了。是吗？你耳朵本来就小，戴上这个耳环不伦不类的，真的很不好看。那我把它摘了吧。哎，戴了就戴着吧，但是咱们得说好了，你只能戴我送你的耳环，好不好？嗯。老婆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会一直爱你的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，知道吗？你果然要掌控我的人生，即使我只是打了个耳洞，张泽怡，一切都是你的选择。明天晚上8:23，地震4.5级，地震波及地区，华兴书店。顾如月，你曾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但你毁了我的手，代替我被顾家领养，阴魂不散地炫耀你的成功。现在还要勾引我的老公。那就开始吧。